人家罗麻子今天加入了赤卫队，人家是主动要求进步嘛。再说我怎么也得，我看他是没人安什么好心，什么主动要求进步，他就是冲着那牛去的。你看你看，有小肚鸡肠是不是？你现在是妇救会主任了，怎么一点进步都没有呢？我不是没进步，我是这牛啊，要是分给别人，我二话都不说。可是你给了罗麻子，我这心里……我看你呀，真是女人家，这隔年的仇有什么可记的呢？孩子们，你现在是妇救会主任，啊，不管官大官小，他总之是个带头的，干什么事情，这心里头总得想着老百姓，老百姓有危险了，你就得带头往前冲。你说要不然，人家凭什么服你，凭什么信任你呢？这我知道，可是你说这么大个事儿，你怎么都不跟家里说一声呢？那牛虽然是胡家的，可是东子打小就喂他，跟他东子可亲了，他舍不得送给别人，让别人牵走。你看这孩子气成什么样了？呵，脾气倒不小啊。傻儿子，爸爸是红军，你是红军的儿子，哪有红军跟老百姓去争牛的呢？啊，反正再说了，没有红军解放咱们柳溪，打倒胡万三，分田分地分牛，你说咱们能有好日子过吗？啊，马上就要上学了，念书加入儿童团，还行哭皮子。我看呐，就从这一点，加入儿童团也不合格。快，赶紧把这个给陈牙子送回去。哎，听话，来，快点。你的儿子啊，心里知道错了，可嘴里啊就是不说。哼，跟我小时候啊一个样。你还说呢？进来吧。孩子还挺多的，有钱啊！哎，这些孩子可不比县城里的娃，从小就野惯了。嗯，这冷不丁让他们上学，肯定不习惯的。你不仅教他们读书上学，而且组织他们成立儿童团，站岗放哨，好吗？好。哎，这些孩子可都交给你了啊！要是哪个不好好念，你告诉我，我替你管他们。吴书记，宋主席，你们就放心吧，我会尽心尽力的。走。同学们，请大家坐好。大家好，从今天开始，柳溪列宁小学就正式开课了。我呢叫柳琴。
是教你们国文和算术的老师，请大家今后就叫我刘老师。大家静一静，接下来我给大家发课本，念到谁的名字谁就上来拿。潘冬子。刘老师，我有识字课本。你的课本是从哪儿来的？是我爸爸给我的。你爸爸？我爸爸是红旗排长。你爸爸是潘行义，潘排长吗？嗯，胖仔来了。老师，这位同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叫胖猪。我不是胖猪，我是胖仔。你就是胖猪。我不是胖猪。你就是胖猪，整天在睡懒觉。我不是胖猪。大家都不要笑，今后不能迟到了，知道吗？嗯。你呢，就坐在那个位子上，去吧。同学们，潘冬子，你先坐下。课堂上要遵守纪律，不能乱说话。如果有事情的话，要先举手报告。还有，对待同学要团结友爱，不能这样取笑同学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大爹啊，这几天乡亲们心情都比以前好多了。哎，彪子，哎，你们要干什么去？那个行义哥教我们练大刀使快枪，我把家的队员都带到杂货厂去。啊，那去吧。等会儿。执勤的人安排好了没有啊？啊，我安排好了，我把罗麻子留下，他刚刚入队，我先让他熟悉。哦，哎，彪子，领着大伙儿跟兴义多学几招，将来跟着红军一块打胜仗。好嘞，兴义走，下点功夫啊！哎，好嘞。好了，同学们先把课本收起来。按照我刚才说的，咱们来推选一下咱们柳溪儿童团的团长好吗？刘老师，西妹子，你说。我选冬子哥哥。好，潘冬子一票。宋春芽。刘老师，我也选冬子。那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选他吗？嗯，他本事大。那他都有啥本事呀？嗯，他会下水摸鱼，他还会套野兔，他还跟有恶霸地主胡汉三。好，真的呀。老师，我不选他，他爱骂人，老笑别人笨，什么都得听他的，我就不选他。好吧，那我们举手表决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同意潘冬子的请举手。